声。莫哥，我哋要倾下，系最后一次。唔系有咩事啊，马？你头先嗌得好大声，你睇大家都望实我哋啦。系啊，我知道。不过突然有急事发生，我只系剩翻少少时间。等阵，点解啊？我哋做咗成个暑假。莫哥，我唔知道应该点讲，因为你系我最好嘅朋友。星星。亦因为咁，所以超级古怪，因为咩事啊？因为我。我的确是喜欢了你。哪个古镇？我古镇好型。我古镇。我之前不想承认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同样的感觉。我以为我只是扮到对你没有感觉，那些感觉就会消失的了。不过没有消失到，我要离开地球了，可能以后不回来，所以我走之前一定要讲个真相你知道。再见啦，再见啦，各位。星星。